大家好，接下来跟各位介绍 Warframe 凯旋之爪 Prime 这一把双爪类型的武器。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一把双爪武器它的这个基础数值以及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吧。好，那首先是我们凯旋之爪 Prime 啊，它比较特殊哦，它算是我们目前最强的双爪之一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一个连击倍率跟一般的武器不一样，它是能够叠到13倍的连击的。但是呢，这个其实说真的啊，也并不是它这个最强的原因哦，那只是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效果吧。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13倍连击就算能够叠到13，但是极剑猛徒啊、冲口溃烂这一类型的这个要叠成的这个东西的话，它的收益最高也就只有11层而已。那也就是说最主要的原因呢，则是因为它的这个面板数值本身就是在这个双爪类型里面就是算是蛮高的一个地位的一个武器就是了。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这个基础数值吧。那首先是它的攻击速度啊 1.05 啊，那基本上非常的快啊，就是比一般的这个1还要来得快。那基本来说这一把武器它的这个手感就不会到特别的差啊，就是可能放一张攻速的手感就已经可以了。那甚至说你可能放两张攻速手感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手感就会砍得非常的丝滑。那么在这个攻击范围 1.8， 其实说真的不要看这个 1.8 有一点小、它其实以双爪类型的武器来说基本上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数值的啦。那么再次这个扩散伤害点倍率 0.8， 那这一个效果的话基本上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值哦。基本上只要我觉得啦，扩散伤害点倍率只要大于 0.7、大于等于 0.7 哦，那基本上我们在面对群怪的时候就伤害都不会到特别的差啊，就是都是打死的这样子。好，那么再来是这个暴击率 32%， 那非常的高，那基本上这一把武器就很适合的去玩这个暴击。那暴击倍率的话 2.6， 也比一般的两倍还要高出 0.6，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一个凯旋之爪 Prime 会是目前的最强双爪之一。那么再来是状态触发24，基本上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数值。那这个武器的话它的这个双爆啊触发都好啊，那它这个物理占比啊刚好又是切割占比较高。那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的配卡基本上就很传统啦，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病毒切割的这个配置。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啦，光环架势的地方我会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这个朱红风暴、朱红暴风啊。那至于为什么会建议大家选择朱红暴风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顺畅嘛，它比较顺手，它的这个攻击走 A 都会是这个360度的转圈圈，那我们基本上比较不会需要去做一个瞄准的动作。再来是这里的话就是一个传统病毒切配置，异光长矛当做这个击伤的提供来源，然后放上这一个病毒的这个元素，然后创口溃烂提供它的这个状态触发，极剑猛徒提供它的这个暴击几率，肢解提供它的暴击伤害，最后两张模的是它的手感，一张是剑锋 Prime， 然后一个是狂暴 P。 好，那么在这边的话我的这个特殊功能草会建议大家放上我们的梦回威怒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把武器它的这个暴击几率比较高哦，那基础暴击率比较高的话，个人觉得它蛮适合搭配我们这个近战敌意的这个赋能的。那近战敌意这个赋能的话，我们会至少需要命中14的时候它才能够叠满了。那所以这边的话浣熊选择的是这一个再次额外提供暴击伤害的这一张 mod 梦回威怒，而不是选择纪律功力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Tenno 开重击下去的话，它可以同时收益到暴率跟暴伤的效果。那本身这一把武器它的暴率暴伤本身就会比较高，那它的收益会再更大放大这样子。那比起这个纪律功力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好，那么接下来就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凯旋之爪 Prime 的伤害就是如何啦。那这边的话浣熊一样准备了两组的怪啊，一边是我们135等的空虚金烙，那这是纯靠血量砍的这个怪。那另一边的话则是135等的钢刃堕落重型机枪兵，那是靠我们护甲来砍的怪。那接下来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凯旋之爪 Prime 在打他们的伤害就是如何啦。那其实说真的啦，我个人是觉得有 Tenno Kai 就用吧，那没有 Tenno Kai 的时候就去叠这个暴率。那大家会发现到就是叠满暴率之后它其实是能够打出很暴的，那甚至有时候还没有叠满，可能叠一半它其实就可以打出来了。那大家也会发现到这个手感其实真的是很顺畅啊，我只要在那边转转转啊，然后一个 Tenno Kai 啊它就可以把怪给打死了这样。那么大家会特别注意到是我们双爪的这一个重击哦，它是有自带抢劫的，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我们的这个重击啊虽然痛第一下，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切割它还会再更痛就是了。那我们在面对一些护甲怪的时候基本上就特别的有力这样子。不过说真的大家会发现到我们在打一打的时候其实这个血肉怪它也是很容易死的、因为它可能刚刚有看到我这个重击下去它100多万吧，基本上就已经够痛了这样子。
好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还没有订阅朋友，帮我按下你的订阅，并且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在我手机里面才第一个时间通知你。然后各位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看的这个 Wolfen 的武器啊，或者战甲，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那我如果看到的话，我就把它排入我的这个拍影片行程里面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大家拜拜。